随口说大马，大家好啊！这个地儿啊，应该是在霹雳州，但是这个地名我真是不知道啊。发现了这么一个牌子，下去看看，这边应该是人家。这么多摩托车，这家这么多摩托车。我那天说错，不是说错了，是他们开学时间推后了。因为这个水灾的原因嘛，政府学校也错后了，要不然政府学校应该昨天就开学了，往后错了一个礼拜，他们也错了一个礼拜，所以他们政府学校是11号开学，他们是12号开学。现在出去溜达溜达，这是解除居家隔离以后第一次出门，我就那天去万和喝了个酒。本来想去巴黎布劳转转，但是就怕一会儿出太阳嘛，就太热。巴黎布劳那种地方，只能是下午傍晚的时候去，看看稻田，吃个海鲜。这中午、上午你就要找那个有那个什么，有那个有山有水的地方，有树荫的地方凉快。你这时候要去看稻田去，给晒出油了，它跟狗似的，它也扒着往外看。小点声，左野。哎，他看见外头，他高兴。来吧，看看大桥。你看见过大海吗？趴上去看看，看看大海，来吧。看大海，不愿意看大海啊？看这两边的都是稻田，来吧，看什么呢？看鸟呢？稻田上都是小鸟，是吧？来。然后这就是你的专座，下次给他买一个，就那个狗喝水的那个，就是那种，就外头旅行用的，有一个瓶子，然后有一个什么东西一掰，就能放水进去。这边有一个河鲜，应该是上次我们就是上那边来吃河鲜，但是那次来没开门，这块儿就应该是叫居林。Bloody Goose，哎，不是，是叫什么？不是叫 Bloody Goose，叫滴撒姑，好像是叫滴撒姑。小猫，两边全部都是棕榈树。顺着这条路一直往前开啊，就应该是肯尼湖，可以去看个大象。现在是11:45，天气不错，不是很晒，因为今天多云，不是那种暴晒的天气。一会儿盯着12点多的时候，前头找个地儿吃个饭。再研究研究下一步去哪儿？这是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警察查车呀！小点声，走音，还有警察，不知道他们在检查什么呢？驾照，带驾照了，带了。OK，暂停。人一看我就是好人，一挥手，驾照都不要。
这是州界呀，还是什么呀？头两天他们说这有一跑了一个逃犯，我这一扔口罩扔哪儿了？那个逃犯是个罗兴亚人，我这长得也不像罗兴亚人。其实啊，按理说啊，你说我这长相哈、啊，再加上这纹身哈、啊，如果你在国内，绝对是重点被盘查的对象。但是说实话，在马来西亚这么多年出去玩什么的，也经常碰到警察设路障，白天也好，晚上也好，就我往这个警察那儿一停，绝对就是就这个姿势，就从来没有被盘查过。人家这不歧视有纹身的人，像我这样的现在想回国效力，为中国足球争光，没戏了，进不了国家队，搞得有点那个什么。这你有纹身，你在国内黑社会；这有纹身，你在国外搞艺术的，又看景儿的了。是不是饿了呀？我喜欢这种乡村的小公路，不愿意在高速公路上跑。就这个边上都是比较原始的马来的小村庄，这种地方找个地儿吃个马来饭，但是好像还没有看到小村庄。这个地儿啊，应该是在霹雳州。但是这个地名我真是不知道啊，发现了这么一个牌子，下去看看，这边应该是人家，这么多摩托车，这家这么多摩托车，啊，你看，啊，这就是那种水上的，因为有条河。没人啊，没开呀、啊，开了吗？有人吗，哈娜？啊，有人啊，有人就行。哦，这个看着很有意思啊。来来来，看，嚯、哦，还有竹排呢。这地儿不错，来吧，你看人家这地儿就得用手吃饭，你没带游泳衣了吗？其实这天还不错，还没太阳，看，啊，这也不是什么河，这地儿怎么样？嗯哼，可以，有竹排，刚才我看见。哦，你可以让莱蒙跟他交交朋友。这真是在水里吃啊！我的天哪，真是在水里吃啊！这地儿一个华人没有，咱们上厕所都是问题，找人问你了，找人问，你先问厕所在哪儿，然后哪儿点菜的。这个真是个好地方啊！我先下去看看。哎呀，水还挺凉，这水就等于就是到小腿这儿，到膝盖这儿，可以趟着过去，看人玩的多开心啊！我现在就喜欢到这种马来的小村子里来，边上还有竹子，那边好多棚子。这我估计弄不好还有民宿，有民宿可以考虑住一宿，住一天木板房。哎，我也得上趟厕所。哎，这地儿就点菜是个大问题了。这应该什么一个摩托车俱乐部一类的，在这儿吃饭呢。马来人其实。酷爱骑摩托车，因为也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嘛。这叫什么来着？水鸟吧，宝马的，
看这个大 GT， 这也是一个 GT， 这还不一样，这个是1600的，这个是1600cc 的 GT， 后头是一个金翼，这个是1250的 GT， 宝马。因为刚才我在下边看的时候，它有很多就是那种车标，这儿的老板啊，估计也是爱好骑行。你看这边都贴满了这个俱乐部的车标，什么2016哪多少年的哪年都有啊，在这边啊，他套餐不是单点的是吧？100，他们不会说英语，他们就当地。啊，name，啊，sin，啊 ，say，terapia，kitty，okay，啊 ，follow you。这个点菜还算比较容易，因为他这儿都是套餐，你就他让我们点了一个两到三个人的套餐，然后就可以了。哎呦呵，哎呀，这个鞋是真滑，小心啊！哎 ，OK。Thank you.